的时候怎么那么赞呢？工作的时候。啊。张三的歌，歌词，歌词，我要飞得高。我问你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爱你有多深？我问，我问，我问，我问。三哥，来，请自己选，自己选，自己选，自己选。沾一沾哦。一二三，三个。牵手现在结婚。哦哟，我们要在三十秒内说出六种，六种我爱你。满足三件事。啊，三件事。十六，哈密。十秒啊。撒拉黑哦，西班牙文，手语，手语，工具。跟伴郎的动作要一样。一想到爱心，我就想到。真的吗？想到星星，我会想到什么？一想到求婚，我会想到什么？一想到老婆，我会想到。新娘的十个优点，然后第二个是非娶不可的五个理由：漂亮、可爱、天真、无暇、浪漫、温柔、那三天、天、细心、诚实、忍耐、经济。新娘可能因为她太漂亮了，一定要娶。最后十秒，她很可爱，然后她很孝顺，很懂事。三、二、一，老板。这是你的那个头脑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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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棒啊！开始，开始。喝饱了，哇，去包。走走走走。打动双方父母，不是打动慧文。亲爱的慧文，我伟杰今天要来娶你，你说的都对，我说的，反正还是按照你就对了。负担我来承，快乐交给你。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。有录影，明天再看。老公，我不行。
最漂亮的。嗯，漂亮啊、哦！有人在看是吗？嗯，对，就玩玩乐的日子，我会好好的照顾他。小九九，嗯，对，对，辛苦了，加油！小九九辛苦了，恭喜！对，都，小九九辛苦了。小舅舅辛苦了，你们都是很好的榜样。对，我儿子学姐，啊，谢谢妈妈，嗯，真的是很努力了，对，很辛苦，对，对。妈妈，你辛苦了。只要我不乖，而且叛逆，我也谢谢你们的包容。对，我很爱你们，真的爱你们。然后我不管我嫁到哪里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孩子。虽然叫舅舅舅妈，可是你们是我的爸爸妈妈，可是我爱你们。爱你哦，爱你哦。要乖哦。好。盖头上。来，喝点酒。
句话代表全部吗？好，真的没有要补充的吗？没有，就谢谢你，对，接受了，然后也教导我在经上或者教会上的对神的态度。草稿的这样就已经很动人了，我给他掌声。感谢你，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，我也看见了你的改变，真的是从一个真的是不听话的小孩子，然后到一个很成熟稳重的大男孩、大男人。那我也谢谢你这么爱我的家人，这么照顾我的家人，也谢谢你让我非常的。在你的家中，看见了你的改变，看见你的成长，往后要更努力一起加油。我爱你，非常爱你，感谢你，掌声鼓励。王伟杰将，你确定这个婚姻是上帝所配合的，并且愿意承认接纳张桂文作为你的妻子吗？是，我愿意。尽力孝敬，尽你一生做丈夫的本分。你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，是否愿意这样做？是，我愿意。阿们。照顾他，疼惜他，敬爱他，帮助他，唯独与他同住，一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。你在上帝和众人面前，是否愿意这样做？是的，我愿意。阿们。现在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们两人证婚，成为夫妇，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愿耶和华赐福保护你们，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们，愿耶和华欢喜的脸看顾你们，赐你们平安。阿们。需要大家的掌声。你们好像想要做一点什么？还有没有事要做？
平。哎呀，那我们往那边走了。分享我们的喜悦，然后大家一起快乐。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，所有一切事都以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门。等一下，慧文怀孕了，我当爸爸了，等一下，还没讲完，而且是两个。祝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我们的